非常棒啊！起稿子起得非常棒。哎，你再看它这个，它是地平线。你看啊，地平线是近大远小。地平线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往这边的，看见没有？它从这里慢慢慢慢的就倒过去了。人在这里站着，是吧？人站在这里位置，然后呢，这边都是往这边走的，然后这边是往这边走的。你看，你全部就是这样子了，对吧？它到这里慢慢的，你看，就是。远处的小，看见没有？远处的距离，你看在这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里是大的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小，这里大，慢慢的就这样倒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它是这样子倒过去的，地平线，懂了吗？然后这边呢，因为人站在这里是吧？所以这边又是往那边走的，所以你看还是那头小，这头大，那头小，这头大，明白了吧？然后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过去，好不好？你这手直接压下，你看你的手底下，可是不压下去的话，你用这个指头皮一捏，你的前面画，后边抹，最后就画面就全部完蛋了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必须是哦，你自己给加上这个。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拿着它就好搞一点。我天呐，你这样子能搞什么呀？就搞这个，只能是这个外面的这个线条这样子搞可以，知道吗？里面的必须是这样拿笔。你这样能画准确吗？你看你这线条就像大网纹一样，然后呢，你看该纵的地方没有纵，然后呢，全看见像乱席片在那个，我已经说过你的素描是问题就在这儿，你每次看起来画的挺快的，但是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，就是说它的明暗关系一定要搞清楚，一二三四搞清楚。你看这里这里，你把这里画一个黑线，那么它跟它的环境是不是一样的？那它这里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布料从这里过来，所以这里会深。那么你这些线条，你看这些线条将来都会有一些影响。你看这里跟这里谁深谁浅，一二三都没有搞清楚，是吧？那么你后边的线条，你如果这样子弄的话，永远都是就是这个纸哈，它是坑坑洼洼的，你永远都在这个棱子上的涂的，然后呢底下永远有一个白的东西。是不是？因为你的笔很轻，它就下不到那里头去。那么这里是实的，那个层次就要深一点，你要仔细的这样子画，用短线条去画。而且还它不是六八 B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是八 B 通用，是吧？它必须是清清楚楚摆出来一二三，就是它的层次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吧？然后你用的笔是二 B 三、二 B 四 B、六 B 八 B，它什么地方轻一定要换笔。你这一支笔哈，你自己看不出来，但是它的轻重哈，跟你尤其是浅的地方，你一笔下去永远都压不住它，知道吗？它必须是二 B，然后呢这里是四 B，然后这里是八 B，就最深的地方八 B，不该用的八 B 你永远不能用，你乱用的话，全部就是整个就是等于说你是一塌糊涂的，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，永远不可能有个，就是你的画永远是脏兮兮的感觉。明白了吗？你看着你形已经画出来了，但是你的画最终是脏兮兮的，没有这么个清清爽爽的感觉，因为你直接八 B 通用，为什么给你二 B、六 B、四 B、八 B 呢？它有些地方不该用，坚决不能用。色彩也是一样，这个色彩这里用了，那地方就不能用，用了以后它的距离就拉到一个角度上，一个平面位置上去了，知道吗？它的冷暖对比。是要有严格的区分的哈，那里的色跟这里色不能一样，一样它俩就拉近距离，就在同一个距离上了。这个也一样的，六 B 八 B 一定要区分开来用啊。是。
你看，西红柿这地方是挖下去的，对吧？可是你这个全是画的，像地球仪一样，知道了吗？你看它这里这个线，是从这是它的影子，知道吗？这是你看啊，这个地方我刚才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它是先鼓起来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再上去，然后再下去，对吧？要仔细看它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样子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底下呢是它的影子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线条它是从这里过来的，它是这样子过来的。你从哪找出来的这个线？是不是？你看它的明暗交界线都在这里，对吧？那么明暗交界线你要这样子才能转过去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转过去，然后呢这样子过来，那么这条线哈，这条线从中间这里哈，从这中间这里，它是你看这边多少，这边多少，是吧？你这个几乎是对半，对吧？你看它呢是多少，看见没有？一个半，对吧？是一个半，对吧？啊，你看这个线条哈下去了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个线是这样的圆的吗？你就是真完全脑子跑，你以为这它很简单，你脑子太轻视它了，明白吗？你看一眼就觉得你会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难教的原因，就是你在家那样随便画惯了，你认为你很行，所以最后出现的这些问题，你看一眼你就觉得啊就是那样子了，事实上你没有观察它的细致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你现在呢，为什么你那个让你觉得很自信的那种线条画我现在给你停了，为什么呢？你那个自信过度了，是吧？你现在细节不观察了，所以你现在得调回头来，把这个细节要学会仔细观察，那么你原来那个水平加上这个水平一起，你才奔上去了，才奔一个大高度。如果你不再注意细节的话，你永远能画下去，你就精致不了了。所以你现在就是问题在这里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你看啊，仔细观察看，这条线它是朝下走的，你就当成个地球仪，就把它一分完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是吧？你看这里离你近，它在你的视线的中间，那么这边是往这边走的，这边就是往这边走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呢，你看啊，这个线哈到这里就没有了，然后下边呢你看见没有，它是慢慢的这样子下来，它的结构是往这边走的，对不对？它的结构是往这边走的，然后呢到这里有一个平台，然后它又这样子过去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它这个角度是在这里，这个肚子在这里，然后呢它这里是在这里，然后那条线呢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线，你看你都没有看它的来龙去脉，它从这里怎么过去的，对吧？它是这样子过去的，然后呢再这样子，然后呢再这样子，对吧？它有一个翘的，这样它才是活的。你那样子这里已经烂掉了，这个西红柿的叶子已经死掉了，它那个死死的在上面掉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个才是活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把它画出那个活的感觉。另外这个线你看这样子，它是有一个深度挖下去了，是吧？这样挖下去，那么这里呢，你看线是从这里过来的，看见没有？它从这里，那么这里就有它这个把的，把它就表出它的那个面，是吧？然后呢它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往这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跟这个距离哈，你看它是在这里，你从这个看一条线，看见没有？它是这样子扩了一个，像过一个括号一样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，而不是那样子倒过去了，是吧？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这条线呢到这里离它很近很近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是那个平面这样子过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条线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线就是画地球仪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动脑筋，对吧？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就是你原来就是信手画惯了，那样子一下太自信了，然后你就把你当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顶级的画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现实上事实上你没有仔细观察它，有些细节啊，非常微妙的细节。你看这地方哈，它不是这样子过来的，它是挖凸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凸出去这样子仔细看哈。然后呢我给你教的那个画比例的方法哈，你看
这个线是从这样子这样子才能转过去，你如果这样呢，它就是那边是切了一片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细节哈，不能看大概像就像行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再修改啊。由浅入深，啊，由浅入深，对，哦，对，这是这个是这个啊，对，我以为它是背景的，嗯。你是现在还是他的衣服是吧？嗯。哦，他的衣服哈，你看他衣服上用了这个紫红色，那么你的背景哈，就是以深蓝，就是以冷色为主，好吧？嗯。这个红色就不要用了，因为你再用的话，就跟他就在一个平面上了，哈。就是后面挑的时候，你就避开你这里用过的色。就说深蓝变到那个粉色都可以，哈，不要用这种色的就行了，不能留白的，就是挑三个浅的颜色去慢慢的变化。你看它这个色，你看着跟它一样是吧？但是它这个面朝上，光线是从这里过来的，对吧？所以它比它要浅一点是吧？那么这里就慢慢的变化，你就找一个它侧面就稍微找点灰色。这个洞呢也是灰色慢慢的变过去，变得淡淡的黄色，好吧？嗯，好，你先从深色的开始画啊，就观察它哪一个最深，从哪一个开始画啊，去挑色，这样子去找色，你就是自己画任何画的时候都会调色，明白了吗？你的距离有点近了，好像，它就是四个色哈，把这个占满了，最后留下的是黄色。你这全部忘记黄色了，我跟你说，全部都转向黄色。你看最后一排都转向黄色，全部都转向黄色，因为我跟你说是中性色是吧？整个就他们就融为一体了是吧？现在各自是各自的，那么又加了黄色、中性色，最边上都是加上黄色以后。你看这四个色呢，你是分成均匀的等份，后面是个黄色，不是这样积在一起哈。你这样子画了就这么画好吧，以后我跟你说你再那个什么啊，以后再变，那这个黄色就不用了好吧，最后再说。然后这里到这里我再跟你说变到黄色去好吧，怎么变啊。马上就完了，真好，这衣服烂的背上的肉肉太棒了，哎呦这颜色配的真好。 Hello Pippi Girls， Shut up， 哎呀真棒真棒，你不要捣乱它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是这样子，然后呢它稍微有点往外劈的是吧，往外劈一点的，这样子你看宽一点，再宽一点就好了啊。嗯，这个是不是少几个线条啊是吧？嗯啊，我给你拿笔，你把它线条画一下好吧。对， good job， 对，是的，good job. 啊 good job， 你看他说的对的，你就是你说的非常，它就稍微往这边一点点，稍微往这边一点点啊，好吧，所以它的腿呢可能还要往外一点，好不好啊？你这样子用那个笔一笔就知道它斜到什么程度，先别擦，先改了以后再擦，因为你现在一擦说不定还在原位置上画是吧。嗯，你看它的腿在第二个台阶上是吧，你再把它分成哦对，第二个台阶，
那这第一个台阶太高了，是吧？第一个台阶是不是太高了？对，就是太高了。非常棒，进步很大的。我估计你这回不会磨蹭了，不会再磨蹭，因为你的细致啊是好的习惯，但是太谨慎了，有点太谨慎了。现在这个画你就画潇洒了啊，往潇洒的画。然后那水波纹，你看，先是用黑色，然后再用深绿色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是啊，用这个深绿色、浅绿色，然后这样勾这个，看勾这个线是吧？勾这个线啊，用这个绿就行了，用这个绿就行了。对，对，然后这里的绿，你看啊，这里的绿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了。对，真棒！还有那棒，那边，左右边，这边不是跟这边是通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对对，对，很棒。然后再换一个颜色，换一个绿色，对。哎，下面这个啊，对，那里，对，对对对，那边再画两条是吧？啊，对，然后再画右边，啊，右边画上面那条，啊，对，对，很棒很棒。你看，宝贝，你看。这里最深是吧？我给你拿六 B 来听听我讲，这拿六 B，你这个 HB 太小了，我给你拿六 B 好吧？这里重，慢慢的，你看这里就浅了是吧？啊，能看明白是吧？那我给你拿铅笔啊，铅笔是不是他们都拿外面去？我去给你拿啊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画那里，你看第一个深的地方在这里，是吧？然后再画第二个深的地方在这，这是明和暗的交界的地方。懂了吗？所以呢，哈，这些地方你先不管它。你看这里第一黑是吧？然后呢，这是第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看，哎，看，然后这里再继续画下去，然后这里浅，这里深，明白了吗？看这里重是吧？这里跟这里重，然后这里浅是吧？啊，哎，就画最深的地方，从最深的地方，你看是这样子画，你看最深的地方，你看这样子。看见没有？这一层画了以后，再变一个角度，再这样画长一点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，再画长一点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，再画长一点。那么这里就最深，这里就慢慢的就浅下去了，懂了吗？明白吗？你要画的这个就不是你画的，你要试。看看这里最深，看这个角角是最深的。对，我是给你示范怎么弄啊。对，这个角角是最深的。对对。嗯，2月10号，你看啊，这是明和暗交界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尖尖是最重的，所以你把这里要强调，啊，给，用这个把这个强调啊，这里重，还有这里重，是吧？这里重完以后，你看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看看这里的，是不是这边重，是吧？所以要画，把外面画重一点啊，真棒！哎呦，你把这个形状能画出来都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外面一衬托就说明它是白的，对吧？你要不画外面呢，它就像臭豆腐一样成黑的了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外面一衬托就好了啊。我教你，你不听啊，你就要画你的垃圾堆里的东西。你看这画的多好。这里没用到擦料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明暗交界线，这里重，这里几乎是就不要宝平宝，我那涂。个。你换一个笔，换一个2B 的笔哈，那样轻轻的，先把这条线弄出来的，因为它是明暗交界线，你看它要再高一点，哈，它要再高一点，好吧？嗯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个八 B。8B，你那里边没有吗？我都我要个 2B、八 B、6B、4B。
没有芭比。嗯，我去给你找啊。这是你挑战的第一个素描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啊？不是。不是第一张，那第几张？你这第一个画素描嘛，画的真棒。好吗？好了。好的。太棒了，这色彩画的太棒了。谁是你的老师？专注就是你的老师，是吧？心安静下来就能画上最优秀的画，不用教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？只要安静下来就能画。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。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它也双双飞。